呀，文姐，你回来咋不说一声呢？咋的？家里藏人了？别，我没有。我哪藏什么人？我不寻思回来到我接你去吗？显着你。一会儿一片好意，不是你咋回来的？没送回来的。送你回来的啊？谁？不是男女的？男的。而且不是我说你啊，真的，但凡知道你有对象还主动接近你的男人，我跟你说都是不怀好意。咱俩现在啥关系啊？是，咱俩现在不就是离婚了吗？但离婚他没离家呀，对不对？那他啥意思啊？那意思他想抢占我的位置，鸠占鹊巢呗，成功上位呗，是那意思不？不是，这老爷们心胸也太狭，太阴毒了这样的。你告诉他是谁来？你告诉他谁？我现在找找去，去他家找找去。你告诉他俩在哪儿来？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我爸家你不认识吗？自己找去。聊天记录自己看啊，自己看，自己查，行不？不想这意思吗？是不是？不，哎呦，我不是那意思，你看看我，我这怎么能不信你呢？密码多少来着？不是，密码。